Hello， 我江江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 Adobe Firefly， 目前它是 beta 版本，那它呢就是必须要有 Adobe 的账号，那你就去申请一个账号，或者是用 Google 登录也可以。那登录完进去到这个网址，我到时候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连结齁。它目前有几个是已经开发出来的测试的一些 sample 可以用，然后它有一些待开发的，像这个是 3D 变成图片，它也可以变成蛋糕或是照片这样，然后它可以 换一些照片的一些东西哦。那因为它是英文版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中文。OK， 这样子就会比较快了。那这个是文字转成图片，然后生成填充，然后文字效果，然后生成重新着色 ，3D 转图像，扩展图像。然后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啊，可以尝试。然后探索中就是它有一些影片介绍。然后这个是个性化的结果，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图像，然后产生不同的风格哦。然后像这个是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。还是用文字来找到类似向量，然后这些向量图是可以来做印刷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文本到图案，就是用文字，然后把它变成是类似那种桌布类的，然后是可以变成是很多在一起的。要刷的文字，就是那个文字可以变成笔刷一样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是我觉得还蛮特别，是素描它可以变成图片，文字可以变成模板。OK， 那我们来尝试一下，第一个是文字转图片，我们来产生一下。那进来这边会看到好多sample， 像是这个是拿着剑的刺猬骑士。然后我们来尝试一下。OK， 进来的时候会有四张，那四张图呢都可以换。然后这边有些内容可以选择，比方说形象的，选一下形象，它就会自动产生出来。OK， 它这个产生出来形象呢，它是有点像漫画师，然后它也可以点进去放大，这样看也是还蛮厉害的耶。我看看动。看一下受欢迎是什么颜色吗？哦，它可以加个 tag 进去，然后按产生啦。就是我这边选择样式跟受欢迎的什么合成波调色，然后就会把它套入在这个画面里面。然后色调呢，这边也可以改，什么黑白色啊、暖色系啊、冷色调，试看冷暖，试看冷色调。灯光好像也可以改背光哦。作品呢，来试看，就它还蛮多可以选择的，就是我可以看到背光的感觉。然后它是比较冷色调，试看暖色调，来把一些 background lighting 这个背光的换掉，换成戏剧性的。然后试看这个，关掉一些，然后这个好来试看 ，OK， 它变得更什么，还蛮大的耶，这个它的细节都有画出来耶，好可爱哦，这个东西。我看看，我把它变成 monkey 好了 ，monkey 来试看猴子会变怎么样子？哇哇，为什么要笑那么诡异？哦，但是它这里这里好像有点怪，然后它的这个拿什么东西？应该是斧头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它这看起来不像显示相似的 ？OK， 我点这个会再重新生成三张图出来，跟这个相似的，来看一下它会生成出什么东西？怎么看起来不一样啊？那这是什么？生成填充哦，是我可以去把它，比方说帽子换掉哦 ，change head， 它只能用英文哦。那我如果都不写的话，按产生也可以。我试看把头换掉，但是我这边圈起来是只有帽子啊，我不晓得它是会产生头加帽子。等一下。出来了，还有四种可以选，就它那一块有没有啊？它这把这个头发弄掉了，那一块 OK， 帽子换成头发啊，没有头发哦。然后这个来试看这个，哇，帅！然后这个呢，我觉得这边是有点多余啊，试看把这个换掉。然后这个长长的也换掉，那什么没有写，就是让它自己产生换新的不同封面。出来，我把它去掉之后，它变成只有手，然后四种款式，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一点。我们回去上页，接下来我们来玩其他的好了。比方说这个好了，这个的话呢，可以减去，减去什么？减去眼睛好了，是减人点的。那是看背，减去背景之后换成什么？换成在这个水族箱，把背景换掉，然后放到水族箱里面产生。哇哦，它坐在个石头上面，然后是鱼。比在它上面，然后这个是在这个是浮木是不是？在石头上面，然后光晕也做得很像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后面是白色小碎石，还有鱼在后面。这四张图其实都还不错啊。这个我喜欢坐在上面，然后上面有个鱼哦。但我觉得这张会比较适合啊。Keep， 然后试看把鱼这边再多一个鱼好了，这边再多一个 fish，more fish，OK，出来，哇，真的有鱼耶！但是它不是那种很清楚的鱼，它是有点模糊的。我试看这边有一些虾好了，虾你 keep， 然后这边加入虾子。这边虾加加来，这个虾子为什么看起来像死掉的虾子？那边虾肉，这是蚌壳吧？我有蓝色虾子，居然这样写吗？还是我写错？不要好了。我看看樱花虾 ，cherry shrimp。那我们看看，把它换成樱花虾。这是什么？红色的？为什么会变这样？这好奇怪啊！可能
认知不同吧。那我清除一下好了，我们来选择这边再多一个帽子好了。OK， 哦，帽子出来了，而且没有违和感，旁边也会帮你修好。这什么帽子 ？OK， 红色，好了，勉强接受了，但我还是想要更多，来更多。你看，不然棒球帽 ，baseball cap， 等一下，它这个绿色戴绿帽了啦，戴绿帽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换一个 baseball cap， 换一下棒球帽试试看。OK， 哎、哦欸、喂，还有小人头，他把小人头合上去，好了，这个比较合理一点。突然出现眼睛了，吓一跳啊！这样 ，OK 啊，我觉得这样不错啊。那平底锅是什么？平底锅可以移动的，为什么叫平底锅啊？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吗？我看啊、哦、pen 是什么意思 ？pen 是移动 ，remove 是可以画这个东西。比方说这条是我不要它，我把它擦掉，它擦掉。好，按 remove， 它就会找邻近相同的旁边来做生成。哦，赞呢，还不错啊，哇哦。按 download 会出现什么？它会什么东西？我跟 permission， 它会下载图片出来，下载 PNG， 会去 play。好 ，OK， 我们回到上页啊，然后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玩一下这个小外星人好了。OK， 那我可以整个背景不要，然后换成什么？换成它在宇宙，在月球上面，换成在月球上面 ，above the moon。OK， 它又多了四张图出来，但是这张图有点不行。然后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把旁边这个去掉。然后这里，哎，这还 OK 啊，哎呦，还蛮可爱的啊。OK 啊，我觉得 keep 这张，然后我看看加什么，加一张一个国旗，一个国旗在这，看看国旗怎么样？还是一定要台湾国旗？哦，它的国旗预设是美国国旗，但是哦，这有比较像一点。牵手，那试看，哎，台湾 flag， 试看台湾国旗，它会生成出来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，我们来生成一下台湾国旗好，它不能辨识台湾国旗啦，这样不行哦。哦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如果改成就是单纯的台湾 flag， 你看生成一下，哎呦，台湾 flag 有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有点错误。这有像，但是那白色的地方应该变成红色。我先 keep 一下哦，看看这个部分换成红色哦， change to red。哎，我来试试看，它是12个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呢？那到底说是12个变13呢？所以它在改颜色上面是有点困难啊，增加一点不一样的颜色，不一样的感觉。不行，我还是需要求一下。好，那还可以干嘛呢？我们可以把这个镜面换掉，换成或是 monkey 肥，或是monkey 好。no， 不行，算了，玩别的。OK， 比方说这个好 ，background 换掉，然后我直接选生成，然后帮我生成出来。哦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哇，在山上、海边、在城市。然后这个是，我觉得这张是比较好啦，就是刚好它是豪宅，山上的豪宅，然后光音效果这边都有。然后也没有违和感，这也很棒。看，不然增加一些人哦。看看 ，add people here。OK， 看看 add people here 是有一个豪宅，总是要很多人在这里嘛。看看人会生成什么样子。OK， 它有些人出来，但是它的人为什么都长得很奇怪？它的人哦，这个是第四张比较好一点，但是它的看不出来是。在做什么比较好？我回到原本的一张图上面。那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它可以有一个车子在这个地方，好，那要画大一点。这个车子呢，好，那我这边是要新增一个红色兰博基尼。OK， 不错啊，它有一点方向性哦，它是开到车库去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款式，休旅车啊，哦，这个比较适合，是比较适合。OK， 那还有什么？我希望这边有一个月亮。好不好？这个月亮可以大一点。哦，这个是 moon。哦，哇哦，月亮好亮。这个吧 ，OK 啊，下载下来，完成。哇，这样做图都很快嘞，不晓得它什么时候释出啊。这是去背，然后衣服可以换。那我们回去上页啊，看一下这个是哦，这是刚才那个，然后这是 text to image， 就是用文字来叙述这个图像。看一下 ，OK， 这是有一个太空人骑的摩托车啊，在这个月亮上面。看一下，我们把这个人。哦 ，space suit motorcycle list with space suit riding the moon and riding the background。space suit， 不然我这样子吧，就是我把这个太空人呢变成恐龙，好吧 ？space suit， dinosaur suit， 看一下，他在骑摩托车 ，OK， 可以看到做出来的啊，恐龙骑的摩托车啊，恐龙哦，恐龙还有它还有尾巴，但是尾巴是在摩托车上面，这是蜥蜴人吧？这个，然后我还可以换照片哦 ，graphics 换图片哦，换成艺术，然后还有。各种不同的选项，对，这个他又换了4张图出来，然后看一下
艺术，哇，很梦幻的感觉哦。看一下图像，哎呦，感觉它比较细致，然后像那个喷画的感觉，然后这边还可以选择它是要长的哦，或是宽高，然后这边可以选16:9啊，就这种放大，这样其实还蛮适合做封面的，封面可以这样做，哇，那是16:9哎，酷，我们会上页好了，我们试试看其他的款式，哎，这台车，这个人，哇。连这种风格也有，斑马好多哦，小青蛙，一个小人在拍照，哇、哦，这个好梦幻，这只猫咪很厉害的感觉，哇、哦，功夫青蛙，来试看功夫青蛙 ，OK， 我们把这个透换成什么，来挑战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来试试看蝴蝶会变成什么样子，来后换一个这个纸张的感觉，然后宽16:9，哎，是有蝴蝶跟空腹，可是蝴蝶变成背景了，所以蝴蝶很难很难会有。加上这个空手道在里面哦，不然用个动物看一下，试试看 Fox 在练习他的空手道，然后试用选这个 Titans 来试看，哎呦，狐狸在练习他的空手道长这样，所以他没办法像青蛙那样子吗？不相信，试看其他的动物啊，试看狸猫在练习 Rati， 哎呦，他把它认成是一只猫了，猫啊，不然简单一点好不好？我也不要要求太高了，猫咪在练习空手道、跆拳道，哦，是有猫咪的感觉，这张可能比较像，它后面还有猫魂，好不好？它的。尾巴呢多了一只脚出来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还有四只眼睛，这是感觉在跳舞啊。OK， 我都不满意，回上页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个东西好了，猫咪换成不然这个好试看，这是花啊 ，beautiful flower and bubble rose in the back as OK， 看一下水果，来看一下水果好，像 beautiful fruit， 看一下水果放在这个冰块里面会是怎么样 ？OK， 所以它可以做出来水果，这是奇异果还是苹果 ？OK， 这是 cherry 嘛，对 ，cherry 跟这个 orange 奇异果哦，这是芒果吗？啊，这个红色是什么？草莓，这应该是草莓吧？草莓跟这个黄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哇哦，来试试看要加什么东西呢？来去试看 car， 试看车子在冰块里面哦，玩具车。这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不知道什么车，看一下哦，不然试试看 animal， 看动物在这个冰块里面，哇、哦，它是玩具啊，玩具动物 bear， 看这个它是不是可以，比方说我选这张，是不是可以把它变大 ？Generate fill， 哦，它可以选择它的抓大，当然我可以新增图片机，新增图片机还可以自己做。OK， 我们会上页，这个 text effort 就是用字呢，它会有一些特效在上面，像这个是金的 shiny gold， 这是发光金色的 liquid， 然后。滴在上面，这是什么？有点像蛇皮哦，老虎饼干。这是 colorful， 啊，是一个羽毛，是不是？这还是毛啊，毛发。看 ，OK， 我现在是看用这边可以选择字体的那个粗细吧。哦，它是可以好，我试看 jump style， 然后我这边有四种不同的毛呈现的方向哦，可以选，然后它可以重新生成。然后这边是它有 sample， 有一些什么flower 的 snake， 我这边可以选择它的那个 sample， 是不是 sample？Wire 就是有那个线，所以我这边可以选择线产生出来哦。再翻成中文哈，我看到它还有文字效果是紧，把那字可以缩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好像线看起来比较松动的线，然后它还可以选择像颜色啊，或是字体的一些，然后把它漩涡，这个线像漩涡一样。试看这个哦，旁边会有这些东西哦，线跑出来。那我们看这个生成重新着色，它有像色块。试看这个猫咪 ，OK， 我也可以上传这个 SVG 哦，它是像样的一种档案。然后它也可以变成图，然后它这边有一些示范的提示哦，它有一些颜色配色可以选，还蛮科幻。然后和谐它有一些默认啊类似的一些素材可以选择，然后还有一些颜色还可以保留黑白。我们先等它出来，蓝紫跟绿色的一个设计，哇，有点久。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有一些深层的东西啊，可以改变它的颜色色块跟一些大小。OK， 我们的这个Adobe Firefly 呢，跟大家就到这边了。那喜欢的话就去玩玩看。在这个影片下方的描述这边哦，那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按赞。